有粉丝留言想要100多、200多淘一只金毛犬，走吧，咱们去看看100-200能淘到什么样的金毛犬。有哎，看这边这个小姐姐带了一窝，哎呦，这小姐姐，你这拖鞋那么硬，那么亮啊，靓仔那么靓仔啊，这你这条金毛呗，你抱抱我看行吗？你这拖鞋实在太亮了，这拖鞋年龄可能比我都大。我把这个宽死，我的意思把这个宽死。哟，还不闹嘞，你这条狗，你抱抱，我看，哟，飞头大耳朵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把它放到这里。哎呦，我还没看见嘞，后边还有点小背筋嘞，这就不大理想，不大美丽了。哎，你其余的还好一点，你这一个，这哈，你这看不起我的样子，咋的呀？是在嘲笑我没钱吗？我的天哪！我告诉你，我掏出来一块的能吓回你。像这样的小狗，你抱抱小姐，这个小狗的话得啥价？什么价格？你买一个是买几个？哦，我买一个，我买一个，一个450。哦，你不是我们本地的？我以为你是新疆来的。啊？我以为你是新疆，那你不能好好的说沛县话吗？但你口音咱不一样。啊，就是你这样说话多好，你那样听着我多别扭，家伙，你这个小狗怎么闹了还？打过疫苗吗？打了两回了。哟，那多少钱一针的打的呀？哟，还是进口的嘞？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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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，那这个小狗，你这样我也不少给你，给你100块钱行呗？你这你别走呀，你，不，你一边去，我拿一边，你不要。那你给我说最低多少钱啊？我听听。最低450呀。最低450，少一分不卖。300多钱不能要的。哦，300多行，聊一聊是吧？你说意思差的太多了是吧？你抱抱我这个，你意思差的太多了是吧？300多钱不能要完的这个的。我300多要完都没给他，那最低多少？我听一句。要一个，这是枫叶红，一个450，少一分不卖。499卖不卖？499是500。嗯，要450给499，是不是给高了？我是不是给多了？啊？你是讲价的，是要的。讲价就我要这一个，200给我行不行？你说别讲了，别报了，别报了。别报了，不报的话不讲价怎么办？最低多少？我听一句。哎呦，这腿，他的腿，最低多少？我听一句，最低450。最低450，那行，那太贵了，我估计4个能卖450差不多。